大小心讯息，这就是即时显化。你们好，我们是大脚心理事会，我们很高兴与大家联系。我们正在向你们发送一波又一波的感谢，感谢你们愿意在地球上所做的一切。你们能够以意识扩展的名义忍受了这么多，而这就是一切的意义所在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离开了源头能量维度，凭借我们自己的自由意志的力量来到这个星系，以创造这些独特的经历。我们都决定成为这个银河系体验的一部分，因为我们知道，通过这样做，我们将开辟新的领域，访问源头从未被访问过的方面。而我们也知道，我们不会失败。你们不会失败的原因，是因为你们是无限的、永恒的存有，因此，真的没有什么好担心的。即使你们失败了，你们也绝对成功了。你们有没有在某件事上失败过，然后才意识到那个失败在你们生活中的重要性？难道你们没能看到那一刻是多么有意义吗？难道你们没有看到自己从而创造了什么吗？失败只是你们对某件事的评判，而它最终只是一种催化剂，它是一个跳板。人类不会失败，你们也不会失败。你们将继续成长和扩展，你们将继续超越预期，因为这就是你们所做的。我们看到你们每天都在这样做，我们不断地被你们的成长方式所打动。尽管这个社会并不一定滋养成长经历，但你们成长的方式仍然不断地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有些时候，你们必须完全靠自己。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当你们是那样的时候，你们要好好看看你们的能量场扩展的方式，那是立即发生的，那就是即时显化。它不是指在你们决定想要的那一刻得到一些物质的亮晶晶的物体，它是你们自己扩展的体验。如果你们能感觉到它，如果你们能真正的知道它，你们就会同意我们的观点，即意识的扩展就是这一切的意义所在。然后你们会意识到，那个亮晶晶的物体只是你们放在那里，以便让自己有一些足够有趣和令人兴奋的东西，从而能让你们保持有意识的在地球上扩展和成长。以这种即时显化，即你们的意识的扩展为契机，你们将永远处于流动之中。我们是大脚心理事会，我们很高兴与你们联系。